小助理上班第一天居然就请假了。怎么了？关关他请假了，就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。哦，行行行，以后咱们市场部同学请假都直接向我汇报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好的，总监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昨天刚偷偷把他弄成我的助理，今天就请假，他不会对我有意见吧？让我来关心关心他。看来他是真的生病了，我想偷偷的去看一下。小冉，来一下。哎，这个是明天需要汇报的，咱们国内各门店的一个资料。小焕，这个材料我们和小冉一起分工协作一下，然后下班前放在我桌上，你们去忙吧。为了喜欢的女生就把工作丢开，我是不是多少有点恋爱脑？不对，我想啥呢？我还没恋爱呢，也不知道他家具体在哪，都让我来编个理由问问他。轻松搞定地址，他对我一点也不设防。哎呀，是要那我拿上去吧。你跟着我干嘛？喝了，把误会化解后的我偷偷到小姐姐公司送奶茶。哎，我不喝奶茶。没想到被拒绝了，一怒之下我入职了小姐姐公司的市场总监，偷偷把她弄成了我的助理。没想到第一天她就没来上班，于是我又偷偷来到她家。Hello， 金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助理今天第一天就请假了，我们得来关心关心。来，你们外卖。谢谢。你要不要到里面先来厕所？我就是来确认一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，感觉恢复还可以嘛，是吧？我就是那个女生每个月都有痛，生理痛的那个感觉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嘛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你还说我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我吗？有吗？那这个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关同学。对了，你别整天这个怎么那个怎么的，你以后叫我金同学就好了，好吧？写文化烂熟一些。好的，金同学。那个，我先走了，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去回去开个会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送你下去好吧？行行行。这个给你。啊，草莓熊。对呀、啊。好可爱，为什么想着送我这个？看你朋友圈就知道了。啊，朋友圈。嗯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对，那个，别多想，我家里就是多一个我才给你。明天记得准时来上班。好，知道了，拜拜。拜。今天和小助理的关系又更进了一步。炸！你买的？在公司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呢？现在这是我的助理，你别以为你可以靠这些小钱拉近我的距离，知道吗？我很职业，我在工作上我只看你的工作成绩和工作态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唉，回去工作。知道了，拜拜。真是个不听话的小屁孩，脑壳疼。还没走啊？今天怎么这么晚？总监说了，只看工作成绩和工作态度，要像他一样很职业。我要的那个菜单测试做好了吗？啊，海外菜单测试已经都整理好了，看看，并且明天向总公司汇报的 PPT 我也一并弄好了。啊，可以，很棒。啊，要不要给你看一眼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明天再看吧。走了。啊，总监你要走啊？不然呢？能跟我喝一杯吗？啊，那太好了，走。完了，兄弟们，今晚不会不醉不归吧？小心一点啊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到公司了。哎，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，你这酒量不行啊。我还能喝。以后得我给你挡酒了，我是你助理关总。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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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这儿。没事，没事吧？手机没有电，帮我充个电吧。哦，你家里有朋友吗？我给你打车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打车。哦，你没事啊？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啊，说什么？你把我问懵了。唯一想说的可能就是，提升你的酒量，做好你工作。其他的之后咱们在工作生活中，我会慢慢告诉你，不着急。我们认识多久了？
1月03天。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天生记性好吗？那你觉得我们什么关系啊？同事呗。不然呢？金一，你知道吗？车和车相撞是车祸，人与人相遇是爱情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。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只是为了一半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车和车总是相让，人与人总是错过。所以，相遇的那一对人不一定能拥有爱情，更不一定会有结果。那你凭什么认为我们没有结果？我不信你来这家公司只是为了单纯找一个工作。我。不是，哎，这么晚了还来公司啊？哎，拿个东西，总监。拿什么呀？拿那个抱枕房，村里最近天有点冷嘛。开车了？对。送下关关呗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没事，回去自己回去。这个就是你说的抱枕吧？哎，对，谢谢。我记得这里面打开是一个被子，你不会要在车里睡吧？没有。也不太早了，快点回去吧。我不打扰你了。拜。金一，既然你不和我更进一步，那你为什么刚刚还牵我的手？你听过一句话没？你说。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；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就不应该相见，对吗？那明明是你先闯进我的生活呀，然后你现在又……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女孩我非她不可，我想与你相恋，但是一切的关系的建立不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吗？其实在我心里，我早就已经想好我们的结局了。结局是什么？当然是美好的了。其实所有的爱情故事最后兜兜转转都会回归初心，我会用尽世间所有的路，对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就正如月亮回到湖心，也和奔向闲云，我不如你。所以说慢慢来这种诚意。都说爱情要慢慢来，我的那个他却又慢半拍。